Okay, 今晚咧，我嘅學生就參加咗一個叫 A Night at the Museum 嘅活動喎。咁樣咧，我班學生就好中意我嘅 ，OK？ 咁樣咧，佢哋就好乖啦，好聽話啦，自認地，然之後咧，亦都好承諾咧，就會全力去完成曬所有嚟緊呢一年、呢兩年嘅四個 portfolio 啦，係會準時完成啦。如果有啲咩遲交嘅話咧，佢哋都承諾咗係會任由我懲罰處理噶。就係咁多啦，多謝曬。